啊，乱开车小心被鞭挞哦。不会啦，我没有说什么啊，我只是说他硬直画到流鼻血而已啊。哎，为什么我现在要操作这个老蛙啊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后来他们爱莲去找一些真相，跑回去找到他之前教导他们的那个人嘛。然后这个是那个谁忘记是哪一个，就是那个训练营教练的那个年轻的版本哦，好像要回到过去这样子。哦，奇思年轻版。他年轻吗？怎么还是老了？就是该怎么讲，他们好像要找真相。然后就回去去问那个骑士，骑士就讲当年的情况。杀害了雷斯家众人的鼓励下见面过，就是爱莲他老爸，什么瞬间变老了，秃头了，就是他，人也变强，头也秃了。这就是第一季他刚加入的时候，他的教练啊，104期班所有的人的教练啊。然后他认识爱莲的爸爸，然后就在这边问事情。然后这个家伙喜欢爱莲他老爸，不是，我讲错了，这个家伙喜欢他母亲卡露拉啦，哦，这个家伙不是喜欢他老爸，喜欢他老母，好吗？啊，哦，光头佬，哎，他说出的话出了 BUG， 是哦，有前后矛盾啊。記憶をなくしていたんだ。グリシャイエーガーという名前と、他失去了记忆。彼自身が医者で、还有自己是个医生。すべて。为什么硬起来？真笑。私はグリシャ、医者としての働き口を紹介し、冲啥？壁の世界のこと。跟巨人的寿命有关。你说 BUG 这样，你说十三年就已经超过十三年还没死，是不是？この壁の誰よりも賢く勇気があると言った。哎，可是他说他失去记忆了，所以说那时候他被削赋予了巨人之力，然后逃到这边来，然后没有着记忆。为什么？变巨人会失去记忆？啊，变巨人好像会丧失部分的记忆，是不是？尤其是晋级的巨人会丧失，是不是？因为他变巨人。因为跟艾伦一样啊，艾伦就是变巨人之后，他丧失他变巨人的记忆啊。所以说晋级的巨人之力是会丧失前段的记忆，然后后续慢慢想起来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还会想起来。没事。还会预知未来，对啊，他会预知未来嘛，对吧？我没有说错吧？哈。そうすればみんなが私を認める。嗯，先走了，明天要舒服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那所以说之后他也是后来才想起他拥有巨人之力这件事情。好吧，就先打一打好了。他连这个部分也有做战斗呢。骑士年轻的时候，艾尔文是妖怪，你都没变，他哦。搞不好他才是真正的始祖巨人，假死的不告诉你，没有啦，乱讲的。我靠，这人的嘴巴也太宽了吧？啊，不是，这巨人的嘴巴也太宽了吧？好扁哦！
兵长是 bug， 他一直都是 bug 啊，一直都是好吗？因为他真的很强，他可以单挑野兽巨人欸。我们昨天有单挑过，可你好像突然睡着了。补给一下。老头，你最想用谁？这个你也要笑，我想用谁你也要笑，你怎么了 ？Hello， 当然是用兵长啊！为什么我要用谁你也要笑？好吧，我想用艾伦，好不好？喂，艾伦最好用了，会变大大鸡鸡的巨人，可不可以？大巨人可以变大巨人，兵长也没变一样矮，兵长他已经定型了吧？他不是二十几岁了吗？没有办法再成长的空间了吧？砍不爆啊！啊！走开！不要挡住我！啊，还是你觉得巨人不好用啊？看你笑得这么开心，很嗨呢哈！啊，你对这方面很感兴趣哦。那是你吧？我又没说什么，我只是在玩游戏。你就在那边不知道在笑三小，很开心欸，腐女，腐女魂大爆炸，对嘛？你是不是腐女？不是啊，为什么讲到用谁你就哎嘿嘿嘿嘿嘿嘿嘿，暗自窃喜，在那边不知道在隐喻什么东西哦，嘿嘿嘿，很开心。老头喜欢硬的，盒子还喜欢硬的啊。我还喜欢好吃、啊、我是说，我是说又硬又好吃的 牛肉、欸、牛排啦，好不好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要把那边所有巨人都杀光，真麻烦。我靠，这个这在干嘛？练瑜伽哦，整只手趴在那个哨塔前面是怎样？换一下。哎，这个时候艾尔文团长，这时候艾尔文还不是团长，还是一个士兵，我们可以来使用一下。啊，原来他是放狼烟哦，我以为他会来一个什么突击之类的，好吧。这时候的艾尔文是士兵，然后会放狼烟这样子。我以为他会像兵长那样子、欸、原来老头是零哦，就一个洞那样子啊，然后一就是一只啊。你不要那边不懂装，你不要那边懂装不懂哦。你不是腐女吗？腐女对零跟一这种东西应该是非常了解的东西啊，你怎么不懂装懂？懂装不懂啊？问我这样子，我真的不懂哦。嗯，哎，王生阳啊，你好。我靠，在练体操哦。你看他们的动作实在太奇怪了吧？你看，就是，我真的很想问说，这些巨人到了二代是到底吃了什么药？啊！你们到底吃了什么药啊？对了一个哨塔的棒状物这么的兴奋啊！有人被抓了，救一下好了。你们兴奋什么东西啊？在一根柱子上面环绕，你这样脚还抬起来，完蛋了。到时候有人问说，
老头，为什么这些脱光光的男人在一根柱子上面绕来绕去是为什么呢？我很难解释啊。你看又来了，你看你看在想干什么、啊、头还爆掉是怎样？他用了括约肌攻击是不是？搞鬼，我快笑死了。看这些巨人实在太可怕了。连前哨站都不放过，我的天哪、啊、Holy shit， 他连那种前哨站都不放过，你看现在他连这根柱子也不放过，你看看他在干嘛，他在干嘛，他在干嘛，他在驾驭他无法驾驭的东西，还连续震三四下，他现在正在强硬上这颗神木啊，一直在晃动，我实在真的不好说什么了，这游戏真的是有点隐喻什么之类的。我实在一直想要避开这种很奇怪的东西，但是呢，它总是浮现在我眼前，我很难避开啊！你看，又来又来了，他们又在干什么东西啊？你看，你看，哦，很嗨，很嗨。一个西瓜头被抓了，认真仔细看起来，他们的动作真的是很不优，你知道吗？干，抓很小。哎呦，我救我！没有错，感谢，刚刚好。啊，那一只跑去哪里了？逛街交友，你这只看起来好像阿尔敏巨人哦，还没有变成超大巨人的阿尔敏。我们现在终于经过一番激战之后呢，剩下三只要打巨人了。我们来观察一下这巨人想干嘛。果不其然，就想要往那棵树前进呢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好可怕，超可怕！我就是把他杀掉好了，吃太多药了。转过来，马上往我这边冲！啊，新鲜的肉，我还要肉，我还要更多这样。巨人动物星球频道 Discovery。这是一只间谍巨人啊，间谍小狗吗？这是一只间谍巨人，哇，很可以，这个角度非常好，观察一下好了，反正就只剩最后一只了。你看那个，现在巨人表示呢，啊，他有点可怕，他走过来了 ，Oh my god， 哦，不要。他跳起来了吗？哦，果然跳起来抓我了，凶呢哦！啊，按错，靠药掉地上了。解决掉吧。看到柱子就兴奋的巨人，终于打完了。没有这次的战役，我完全不了解原来我们的骑士面临这么多一些惨、落寞不堪的巨人。难怪他的头都光了，有没有？
饱受侮辱与极大的压力。这边的每个巨人都是变态，都想上我。好，然后半夜还会做噩梦这样子。怕爆！干，不要突然转角度啊，砍不到啊！我们现在是要直接回去那个地方吗？算了，我不要救人了，我要直接过去了。开到几点了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下几点？十点了。我不知道，看看可不可以就是把这个所有章节玩完吧。哎，看到了大致啊，打角角。哎，为什么我刚砍了没效啊？砍他的头啊！你们怎么了？你们那个伤害能看吗？把他砍死啊！怎么会？哎呀，西巴路！刀断了啦，难怪刚刚没办法暴击。哟，怎么了？二代的东西很不错，盒子很不错啊，每个巨人都很色，好不好？哇，又恢复正常了，嗯哼。在干嘛？头上那个技能在干嘛？他的头自嗨状态，砍不到啊？为什么没伤害、欸？又产生 bug 了？我不知道在干嘛，我很纳闷，黑人问号。哦，终于，我的天啊！从头在那边嗨到尾，嗑药嗑很凶这样子，音浪太强，不晃会被撞到地上。饥渴的男性巨人们，巨人的人性还在啊！啊，歧视这个年代的巨人人性还在就对了。啊，终于结束这场闹剧了，几小时后。全部都累坏了，有没有？都被抄这样子，都被巨人抄。哦，我是说都跟巨人打到抄起来，抄到没力了这样子。哦，这个时候我们的骑士是团长啊。后来他觉得他的能力不足，就交给艾尔文。然后这个是爱莲的妈妈，然后再抱着小爱莲。那些凡人は何もせず、死ぬまで生きていられるかわかるか。まず想像力に乏しいからだ。缺乏想象力啊。何もなし得ず、クソを垂らしただけの人生を恥じることもない。偉業を成し遂げることも、理解することすら不可能だろう。手当たり次第男に愛想を振りまき、酒をついで回る。毫无可取之处。他是因为追不到爱莲，他老母没送吧？一定要特别才行吗？啊，被呛了。他妈妈还蛮漂亮的。对啊，很漂亮啊。把不到妈妈，把不到妈妈就拔头。这时候就是他当团长。什么自我否定的？
我什么都不是，我是个废物，有吗？只是一个旁观者。你看他现在对爱莲还是很记恨啊，那时候立体机动装置是他偷偷把立体机动装置弄松。是啊。嗯，之前第一季的时候，立体机动装置爱莲一直没办法驾驭的时候，大家都以为他不行。结果现在看完这一季之后，才发现原来当初爱莲的那个机动装置有被这个骑士给改过。但是后来爱莲还是成功了，他还是成功驾驭了立体机动装置。